好事没报，就是过来相亲的。跟我介绍相亲的对象是你吗？你是小林吗？我叫阿龙。我是小林。我这样刚从工地上忙着做事赶过来，衣服有点脏，还没来得及换。没事儿，既然是相亲，那我就开门见山了。好，我也喜欢直爽的人。你对相亲对象有什么要求吗？我又没什么学历，又没有什么文化，能有什么要求？我是个干苦力活的，只希望能好好过日子就行。那我就直说了啊，我离过一次婚。媒婆已经跟我说过了，我不介意的。还有，如果我们结婚的话，你得给我28万彩礼。什么？28万？是啊，这陪嫁几十万、几百万都不成问题。我要28万不多吧？可是这对于我们这些干苦力的人来说，这也太高了。你别看我是个二婚，我这头婚别人可给了50万彩礼呢。我要28万的彩礼啊，已经是降低行情了。再说了，如果我嫁给你，指不定你以后怎么对我呢。我不把彩礼抬高一点，万一以后你欺负我怎么办？那肯定不会，我父母啊人可好了。你这上下嘴皮子一碰啊，说的倒是轻巧啊。那些电视剧你看过吧？多少女人结婚之后受尽了委屈。我身边的朋友啊，也大多都是这样。你看我条件这么好，我嫁给你，我还受委屈的呢。再说了，我家其实啊不差这笔钱，这笔钱呢，主要是看看你的诚意。诚意啊，肯定是有的，但一下子拿28万这么多，我拿不出来呀。要不这样吧。以后啊，我们结婚，我的工资卡交给你保管，好不好？那可不行，那都是以后的事了。我要的呀是眼前。可我家的条件……那我可不管。要是没有28万呀，这事免谈。我们还年轻，我们以后啊可以一起努力，一起生活。这钱没有那么重要。再说了，你是个二婚，你也没必要这样咄咄逼人啊。你是说，要我跟你一起共同努力吗？你一个穷光蛋，你娶到我啊，你是赚到了。28万你都拿不出来，我看你们一家人啊都是穷光蛋窝囊废。小林，你侮辱我可以，你能不能别带上我的家人？难道我说错了吗？有钱了不起吗？30年河东，30年河西，等我以后有钱了，我不会像你这样的。没有道德，没有修养，怪不得你是个二婚。你前夫啊肯定是嫌弃你。我还没说你呢，你都36了，到现在还娶不到老婆，还好意思说我呢。两个人在一起最重要的是什么？最重要的是爱情，爱情才是基础。这彩礼钱能够维持什么东西啊？我就算娶不到老婆，我也不会娶你这样的。哎，你不识好歹。